一，这是钙板一的晶片，把四个螺丝给拆出来，再把这个钙板拿下，再拆掉这个，把这压晶片的压块，把它拿出来，再取掉侧面两个螺钉，稍微松一点，可以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板子镜片拿出来，看一下是否有脏污，用酒精把它擦拭干净。擦拭干净之后再放进去，对齐，对齐之后，然后侧面两个螺钉稍微扭紧一点，不用一个去扭得太死，两个同时去扭，稍微扭一点，再把它夹紧。加点之后，再去送压线块镜，压板的镜面，这个压块，压紧之后，再去送这个盖板四个螺钉，把这四个螺钉锁紧之后，就完成了。